苍蝇是中小型猛禽，体长可达60厘米，且雌鸟显着大于雄鸟，是我国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2年1月12日，绿会连云港昆虫保护地的志愿者们在东海县与山东省的交界处进行巡护。志愿者们接到信息后，立即前往近100公里以外的救助地。据辨识，这只鹰为苍蝇的幼鸟。见到它时，它翅膀张着，趴在地上，一副无助的样子令人怜惜。志愿者们小心翼翼地将其抱起，小家伙的眼睛睁得又大又圆，一脸严肃，猛禽的气质一览无余。志愿者初步分析，这只小苍蝇可能在捕食时不小心撞到了异物，有些发晕。小苍蝇每天大吃大喝，这几天在志愿者的悉心照料下，现在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精神气十足。